请王蒙大声念出任务卡里的文字。西瑞，听说大力水手吃了菠菜后会力大无穷，对于晚饭吃了咸菜的你们，不知道力气怎么样呢？那就来试试吧，你们要齐心协力地抓住绳子一边，保证陨星不要撞到地球，坚持15分钟以上就成功了。成功的奖励是你们三个人可以自行商量，讨论出选出一人置换，任意其他房客进入退房候选人名单。真的，你先不要来这。哎，另外，希瑞说过本周人气不再作为决定性因素，但是没绝对没有说过人气没有用，请你们自己斟酌。我们现在手上吧，只是拉着而已就是行了是吗？很错。侧耳，王蒙、翁伟伟，请从黑衣人手上接过绳子。很重很重。那肯定拉不了十五分钟。你先慢一点，你先别慌拉。他十五分钟都慢慢来，他就开始的时候你来了，谁拉中间？真的，我拉中间吗？还是我拉？你算了算，你别拉中间了，力最大的人拉中间吧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谁力最大。力量都一样，力量都一样是吧？力量一样。我觉得戴手套不好拉吧。可是不太适合。十五分钟就看那个是吧？然后坚持。手太小了。是吗？嗯，从后面伸，我不戴的话很痛。站在正后方。这样。嗯，这么大的手套我就会滑。随便怎么拉，只要拉着就行了是吗？我可以动吗？可以，那放肩膀上吧。你先等点松。你先抓住啊！这么重，陨石净重100斤，祝你们好运。100斤。你先 ，OK。用力没有？拿好了吗？哎，拿好了。拿好了吗？放了啊。三个人要同时用力啊。正对前方。这可以捆在我们腰上吗？就看前面是吗？你们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拿住我，拿住。加油！你省点力气吧。计时开始。啊，才计时。别说话。我拉了很久了。可以笑，可以说话。哎，我还背对着，我不能看时间。你别笑。我在呼吸。哎，好痛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给大家唱个歌吧。啊，省点力气好吗？省点力气好吗？求你们了。爱上你不需要理由，你到底懂不懂？相信快乐在回忆中反复的交错，爱让我想起你的时候泪停不住飘落。啦啦啦啦啦，哎呀好重啊，少唱点歌就不觉得重了。哎，怎么放手了？没有，没放，不会放，不会放了。那你往下这样掉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拉的最高，你知道吗？拿那么高有什么用呢？这真拉高一点，军力行吗，大姐？我很用力啊！我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。我拍死你！你说话真的？你别老动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大姐，你就正常的站着，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不行吗？没动啊。哇，打时间太久了，这是从哪里掉来的石头？好重啊！欧巴，好重啊！没关系，还有12分钟，很快的。给你一点甜甜。这里有我的耳环吗？哎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你正常的站着行吗？就是正常的站着，不用拿那么高，好重啊，这样子。啊，我服了。可是我现在放手的话，那就掉下去了。不用放手，你脚就正常。哇，你怎么把线拉？哦，吓死爹了。
哎，我觉得拉高一点还是爽一些。别，我们要耐力，不是拼那个冲劲儿。53、52、51、50。别输了。19。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很温。我的小鬼，小鬼，秘密的。哦，我感觉越来越重了。天哪，我感觉手快断了。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它掉下去，我们加油。爱上你不需要理由。啊！我感觉说绳子越来越高了，怎么感觉？对啊，好有牙。怎么办啊？我往下拉点吧。哎，放在肩膀上好吗？好，放在肩膀上，学大黑牛那个节目里面，这样放在那个肩膀上，就是哎，大姐，一定要抓紧。各位亲，还有10分钟。能不能绕头上绕一圈？你老跳我不会唱的歌呢。我唱的正常的歌。谁啦？告诉珊珊。我是偶像包袱的人啊！我是偶像包袱的人啊！拉自己的东西。我什么了？谢谢我好重啊，这100斤，三个人均来，每个人30斤。求你们用点力。谁没用力啊？哥们恨不得把我脖子绑上，大姐。胳膊快断了，好吧，把脖子绑上。你别，你正常点。头断，绳子不能断。他的痛有谁能懂？他的梦无人过问。他多么想，多么想安稳。我们都是绳子越短，我越害怕。都是孤独的人。他忘记了回家的路上只剩他一个，还只有8分钟了，千万不要最后一分钟啊，那得死，那我得最害怕的不是第一分钟掉，而是最后一分钟。是我的天真，早就睡成遍地的忐忑，失去了所有颜色，我真的彻底痛了，真的彻底死了。我试着洒脱，换来的却是孤独。我爱到痛了，你却留下我一个人。埋葬我的天真。快唱快唱快唱，好重好重。哦，别，还只有7分钟了。我的头快断了。
你不要去看他，觉得他就不重，反正我也不看时间。爱你，哎，你一唱他就走了，多忐忑。唱平静的歌好吗？平静的 ，relax 的歌。我们再拉下一点好吗？还只有六分钟。时髦大人，你真棒！不要看时间，安静 ，be quiet。求你们用力！我用。三 W， 你用点力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这样好吗？都用力了。哦，加油！加油！亲爱的小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哎，我感觉感觉好重。好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啊，脖子快停顿了。是否朋友都一像我这样也行啊？手拿着啊，但我害怕你一动就松手了。我现在把脖子架在上面了。还只有五分钟了，一定要坚持。还有五分钟，加油！哎，喂，你别拉呀，我脖子在上面。千万不要松手啊！亲爱的，你先往下面拉一点好吗？我绕了一个圈，它就不容易。你那个绳子绕一个圈吧，它也不容易。那个，反正我架在脖子上。那我帮你拉一下，你绕个圈，快快快快快！不不不不，你不绕个圈，你松手了怎么办呀？如果不小心，不可能。哎，怎么这么重？我往下拉了已经，你能不能绕个圈在手上？你拉好你自己的吧。我感觉你这样好危险，你那个脖子那儿。你拉你自己的吗？别管我。我拉了，拉了。还只有四分钟，坚持，坚持。还有不到四分钟。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看？啊？你不准备一点，你的脖子快断了。好点了吗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那个绕个圈好吗？拜托你不要放脖子上。我放肩膀上。就三分钟了，还有180秒。真的要死。干嘛？给我打扰我们的，走开。有你。待会儿可以松手吗？有你。啊。还有120秒。
好了吗？嗯。马上马上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两分钟，一分多。哎！刚刚是谁呀？别！你干嘛？我蹲在地上啊。拉紧。我拉紧了。还有一分二十秒。我咬的牙齿在了。我重力比较重，我蹲下一点会好一点吧。我全身发抖了。还有一分钟，倒计时了，一定要坚持。啊，怎么？用力一点。最后六十秒，馒头姐妹花，加油！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。我都跪。加油！啊！加油！喂，这怎么回事？现在别动，别动，都别动，都别动了。都别动，别动。还有二十多秒。2321，20。还有二十秒。9、18。啊？哦，哎，最后十秒，你别啊！你都不让我杀人了啊！19、8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到。时间到。可以放。啊！哇！啊！啊！哇！你干什么？我也是。妈妈呀，脖子。朱可儿、王萌、翁伟伟，恭喜你们挑战成功，请三位进入别墅，前往休闲区自行商量。讨论选出一人，置换其他任意一位房客，进入退房候选人名单。10分钟后给我结果。